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下午我们讲到，咱讲咱人吼，有二十个迄个困难的代志。那讲较抽象呢，咱人要从对凡夫来到圣人。做一个圣人，做一个角者呢，要克服种种的困难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所以这让咱会拄到迄个问题。佛祖呢来讲这二十种，互咱心理上有一个准备。人生这条路，不是平平平、直直直，有高有低，弯弯曲曲。人生是足侪问题，得趁好咱呢去甲解决问题。在这解决问题当中呢，增长咱的智慧，增长咱的经验。所以学佛的人唔惊代志，但是无事未去惹事，啊有事呢未去惊迄代志。无事不要去惹事，有事呢不要怕事。所以佛陀了解讲，咱人生会足济问题。会予咱拄到的，咱爱事先来准备。咱拄到问题，会欢喜来接受，欢喜来个解决，来增加咱的人生的体会经验。所以，咱即摆来讲第三点，气命。必须难，气命必死难。佛陀来到这世间，拢针对咱的问题。佛陀所讲的法，拢是针对咱的身心的问题。生老病死，这四大行业大代志呢，所以。有一天，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，爱离开世间。无论你好呀，无论你善者，无论你是有地位还是无地位，无论你生得好看歹看，咱大家人真公平。有一天就是生老病死，这个过程一定会拄到的。所以在佛门中讲，好多生死时代，有一个大代志呢，吼，放伫咱的头前。但是一般人有错误心理，就是讲咱片面，卖去讲这个代志，当作无这个代志。佛陀讲未使安尼，什么代志还未搞进前，咱爱先准备，要安怎处理？因为这个代志随时拢会发生。咱要离开世间，唔是照咱所愿望讲哦，咱要食个百二岁才要走，唔是安尼哦，随时都会发生。这几天的大新闻，一个大学生安尼夜到，乌白扑。现场就扑死四个，当伤几落十个，迄人想袂到的啊！所以佛经来咧讲，咱人要离开世间，得福报尽咯。即世人会食会穿的，拢讲究去享受福报，真紧就尽，福尽啊！啊，一种是业报到位啊。哦，业报应到啊！伊做迄个业，
照理讲，咱人的性命是爱活到百二岁，才是正常的人。一百岁死呢，还阁无正常。依照咱人的身体组织，咱人爱活百二岁才对。安怎讲呢？鸟啊、狗啊，十几冬就死去啊？为什么呢？因出世两冬，因都会生囝，会传宗接代啊。所以两冬该乘以六，十二冬。啊，咱人呢是要二十岁成年，二十岁乘以六，都要百二岁呢。啊，但是咱为什么无法度活到百二岁？种种的原因，咱有烦恼，咱有贪欲，咱有嗔恨心、嫉妒心，无所不至的呢。咱的心口意无去修正，所以随着咱的妄想心呢，随心所欲做一挂非法的代志，啊，吃无该吃的物件，讲出的话呢，咱未使讲的话，咱也讲一大堆，哦，白痴、妄语，所以咱的心口意不如法。退休积德去啊，所以有的人是病死去，有的人是车祸死去，啊，有的人是福报尽啊死去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哦，未歹，寿命尽咯，哦，八九十岁、一百岁老啊咯，那么这寿命到位啊啦，那么这是。种种的死法是无同款，有的死伫水内，有的死伫迄山顶，有的伫山顶跋落来死去，意外、车祸、飞机失事，无所不至的，这死法是足侪足侪。那么在《药师经》内底讲叫做横死啊，高降的迄死亡，为咱人类所希望的迄个死亡，哦，破病死咯，啊是乎即个低高禽兽，即个畜生甲你加死咯，啊是讲拄着迄个医生无该死的，迄个医生摕药互你食食食死去，迄个做横死。那么咱人有即个问题，咱就爱来研究。咱人会死，应当来讲起来，甲病有关系。在座各位大德，你一世人拢无破病，人请牙手，有无？啊，毋捌感冒拢无呀？啊，他都无人牙手，啊，表示讲，包括我在内，加减，啊，这个。什么病都有，所以会按要简单来讲，病甲死亡，我要讲一个代志，自早起到即久，我啉偌济水，互恁要几西西，一千还是两千，啊？几百CC，和你约看麦，约会出来无？一百，伤济啊！早起透早起来到即马，我无啉过一嘴水，一口水我拢无啉。会嘴干未？未嘴干。安怎样？我研究吼，咱人就是。一直啉水，一直啉水，迄、那个水叫做雨水，毋是落雨迄雨，雨翻的雨，祸水，知影无？祸水啦。咱若饲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吼，爱食冰，爱骑脚踏车，爱骑机车，吼、哦，规工耍电脑，啊，做爸母的疼囝尔，疼命命，
哦，伊爱啥互伊啥，爱啥互伊啥，即、這个囡仔吼，口角啊无效啊。咱即个肉体也是同款哦，日时是即个阳的上升，你下生命啉水，下生命啉水咧吼，一寡病就来啊。我即个讲法，可能你听袂惯习。医生甲你讲，一天2000cc、3000cc， 你拢下生命啉，下生命啉。结果安那，医生的生理足好个，逐间病院拢挤满满的人。所以我研究结果，咱食水呢爱节，爱节制，毋是讲毋通食水，哦。啊，食水的艺术嘛爱知影。咱啉水袂使讲一杯啊，500cc、300cc， 按一嘴安尼个啉啉落去，袂使。小小啊，两嘴啊，安尼个啉落去吼，感一下，啉落去了吼，你去念佛持咒，5分钟、10分钟了后，感觉嘴干啊，你才啉。你袂使讲医生讲一天2000cc， 啊，你2000cc 做一摆灌灌落去吼。身体怕坏去啊，没事。所以吃水嘛是一个艺术的。啊，什么时阵啉水上好呢？这是我最近的体会啊，最近的体验。暗时8点至10点，是咱的身体已需要水的时阵。所以你暗时8点到10点这当中2点钟。洗身躯、啉水，你若会晓在即个时阵去洗身躯，啊，甲迄个啉水呢吼，你身体就会用。日时绝对毋通洗身躯，哦，暗时8点、9点、10点，即个当中，你若会洗身躯呢，这身躯会足欢喜的。啊，即个时阵啉水呢？身躯会足欢喜的。古早人讲压菜，咱来种一挂菜，日头长炎，你若压菜呢，迄菜无好，会死哦。啊，拢是5、6点，日头落山，诶，土冷啊，才压菜。啊，无你就透早，日头还袂照的时阵吼，去压水啊。所以古早人都知影这个问题，啊，即卖人呢都无照这个气功来吼，所以病真济，这是予咱大家参考的。水唔是袂使食，爱食着时间，啊，佫袂使一摆啉济，啉5分钟，嘴大佫啉5分钟，嘴大佫啉，安尼身体较无病。啊，佫一种个就是讲，咱莫食糖，所有这糖、乌糖、白糖、赤砂了，无所不至的糖呢，食济对身体无好，糖尿病、心脏病、甚物病都拢来。所以，我无咧食咖啡，无咧食糖啊、糖啊饼啊，无所不至这人工制造的物件呢，我无咧食。这是好大家参考。所以咱人要身体健康，你才有法度念佛上经研究。古早人讲身安道隆，身体要健康，你会感觉讲人生是彩色的，人生有意义。你有健康的身体，你才有法度去友好你的父母兄弟姊妹，照顾你的子女，你才会当去做事业，你才有法度上班，你才有法度去做义工去帮助人。所以第一个八道啊，第二个啥？过佛祖，知影无？这第一个八道就是讲，你唔好乱乱食。该吃的东西你吃，不该吃你就不能吃，吃到整个身躯病，啊，才怨叹说佛祖你都没在给我保庇，我上经你都没在给我听，
万贪不作，安怎样讲？是咱无智慧、无明，未晓食，啊，未晓困。什么时阵困上好呢？九点半至十点，这个时阵来去困吼，身体会足好诶。困的时阵，房间最好是暗暗暗，卖有光。有光的时阵吼，对身体无好，困的品质无好。所以咱的房间呢爱暗，厅呢爱光。咱的厅、人客厅一定爱光，厅爱光，啊房呢就是爱暗。你若讲有照这个原则安尼来，身体呢就较袂迄个破病。哦，所以佛陀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所讲的法，拢离不开这个生老病死。咱佛陀就是希望咱了解世间的无常，咱呢活个足精进、足精彩，唔通浪费时间。去讲无意义的代志，唔能浪费时间去做迄个无意义的代志，嘛袂使浪费时间胡思乱想，想迄即世人袂当完成的代志，你想一大堆，无意义的。所以活伫世间，爱活个真精彩，真精进。真充实，每一天拢有学一寡知识，学一寡智慧，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。唔通喝咖啡聊是非，安怎个无？较早我嘛是真侪迄个毛病，食咖啡咯，食老人茶咯。我发现着安尼唔对，浪费时间呢，我拢改掉啊。师父有在看电视吗？有吗？我没在看电视，所以目睭还不错。我教你一部功夫，我没在看电视，我也不会玩电脑。当然这个时代 没用电脑是不行的，但是我绝对没在看电视，所以现在七十二岁了，目睭还好啦，不说太好，但是还好，唔免挂目镜，会当看报纸。这是咱人身体健康，就是第一等的人，第一等的财富。你讲你有一亿万、一亿万的财产，但是逐天倒眠床，你方住下，有意义无？无意义啊，无意义啊。所以这个时阵。佛祖甲咱讲生老病死，就是教咱讲活伫世间，爱活伫真有意义、真价值、真精彩、真充实。啊，老的时阵呢，真成熟、很成熟、很睿智、有智慧。唔通食老啊，佮母的有诶无诶，一个家庭无够，佮母一个家庭，安尼敢好？无好哦。安怎知无？所以食老啊呢，啊赶紧来修咯，哦，真成熟，互咱的子孙建立一个模范，互伊感觉讲哦，啊这老伙仔呢吼，建立一个迄个道德，互咱学习。啊破病，迄就是咱家己不要照顾家己。一日干啉水，啉水，医生叫你加啉，无啉讲会什么结焦、会便秘，无迄代志，无迄代志。你一天走便所走三遍是正常的啦，安怎无？你一天走一摆便所无正常，迄无正常。我阁讲一档代志，恁来相信无？我无食水，我阁无食果子。果子真冷哦，所以我无咧食果子。啊，但是我有食青菜。青菜呢，我通拢要求因用姜炒过，
用姜下姜落去吼，安尼较袂遐冷。姜暗时袂使食，姜暗时食了后咧对目睭无好。啊，若目睭无好的人吼，苦瓜袂使食，知影无？你若苦是目睭无好的人，你若食苦瓜吼，目睭愈涩愈无好。这是吼咱人啊病。病了，尽量减少，尽量甲减少，就是嘴啦。病从口入，咱的嘴若有管制吼，较袂破病。吼，心怒病数，古早人安那讲呢？讲叫做五福临门。啊，人咧食到一百回时吼，人上一边啊吼，你拢写。五福临门，什么是五福临门呢？比如说，食个长寿寿，真健康，子孙真友好，啊，你也好，啊，真爱做这善事，啊，我呢善终，善终啦。今嘛人要善终，无遐简单哦，知影无？什么是善终？弟子临命终时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啊！迄就是善终啦。即卖人要善终，无遐简单啊。小可有病，赶紧送医生遐急救，甲你插迄个鼻胃管，鼻胃管知影无？伫鼻腔甲你灌物件，啊！伫胃的所在甲开一孔。你袂食，啊！你袂食，就甲对你胃甲开一空，物件滴甲你挤落去。咱做子孙的吼，拢惊讲咱不好啦。啊，所以赶紧送病院呢吼，啊，找病院的医生来甲你救我。医生想讲，哦，我会当救活你活吼，你活了是安那样，品质好歹伊不管啊。哦，我会当救活，表示讲我医生足够的，我做好事足够的。伊毋知影讲，咱人佛祖甲咱讲，生老病死。咱人到老的时阵，七老八老的时阵，咱人要死进前吼，规身躯伊袂吸收啊。或食水，或食啥物物件，伊拢无法度吸收，食落去是一个负担，足重足重的负担。所以咱人要离开世间呢，一定要保持一个体力，一个体力。来对付这个死亡，巧的人阿变呐，衣着穿下好些，在善赶紧创好些，在生了啊清清楚楚的时阵吼，在善了吼，啊个家己要临命终的时阵吼，一定爱写一个这个祭愿书，就是讲我若有代志吼，唔能甲送病院，唔能送急救。唔通挂颔棍啊！挂颔棍啊！讲伊边个讲？气缺，知影无？即气缺，阿妈唔通到迄个鼻胃管，直接安尼插鼻腔，鼻腔插到胃个，哦，阿妈唔通讲对胃所在开一个孔，甲你挤物件，互你食。我看你搞得真啊可怜，我捌看迄安老院吼，哦，迄有个老人安尼怎样？规皮肤拢乌去啊，啊未死，一口气，迄、那个孽障还要砍掉的。啊，迄护士安尼，哦，我甲洗身躯安尼，哭安尼，呜，伊敢那插头，伊未晓表达。所以即卖人要善终无遐简单，无遐简单。除非讲你念佛念到知影讲佛祖会甲你讲，你当时要来去，我要来甲你接，迄会使。啊，第二种就是讲，靠咱家己再生呢，生下遗嘱。哦，我老的时阵，唔能够送病院去，和医生接我。我拄到一个师傅，这个师傅呢，肝硬化。啊，迄、那个医生呢，用这个鸡骨啊，鸡骨啊，知影无？气球啊，吼，对嘴的所在，安尼个。对食道安尼个挤落去，因为这个师傅呢会吐血，伊个
肝未吸收这血啊，所以对这气管，要这食道所在吼，安尼吐血出来。啊，医生安那用一个鸡骨啊，安尼个钳的这食道啊，钳个胃的所在吼，啊再个灌风，将这食道安尼个扩张，暂时的血吐未出来。啊，这是真痛苦的啊，所以伊个手呢，一直要个。慢出来，伊不要讲话，啊！迄手安尼甲拔起来，两只手拢拔起来，手安尼挖一直挖，一直要将这拔起来，但是伊未讲话。我靠，人家艰苦，我讲，哎，师傅啊，甲你再转去，你好啊，伫寺庙安尼吼，念佛转去刚好。伊不要讲话，伊小可点头，啊，我就甲医生讲，啊，医生啊，卖甲医啊啦，你爱负责哦。接拿迄个杠抽出来吼，血安尼冒出来就死哦！你爱呼救，你敢不敢呼救？我看一下这么可怜，我讲好，我来呼救，我签名。结果甲送回去，送回去时，我想讲哦，哎，护士第一来，伊迄将这鸡骨啊抽出来，就会死啊嘞。我想讲，这个人等于是我甲害死的。结果等于寺庙时阵吼，大概静静看，看迄护士对这个找所在，甲揪出来迄个鸡骨啊，先咧去甲放掉，放掉了鸡骨啊，真长真长，差手啊长安尼甲揪出来。我一直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看伊安那死啊！结果救出来了啊！哎，伊跟我叫轻伤则好诶，结果安尼无死啊，也无吐血。所以有这点，我就感觉讲，病医是以折磨人啊，为伊感觉讲是真公平诶。所以咱若巧诶人吼，在生好好念佛。念到咱知影当时去，在世你了，逐天发愿啊，阿弥陀佛，我若要离开世间的时阵吼，啊，你着奉公甲我加持，互我心无病苦，意不贪乱，安尼吼，坐莲花去你的国度，你逐天都爱发这个愿，你敢有发这个愿？哎，发这个愿哦，这真重要，真重要。逐天啊，发愿啊，愿地主人民将时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如入禅定，佛己慎重，手持金台来迎接我。你逐天发这个愿，这个愿会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讲一个故事，你较袂独孤啦。想要听故事啊？这泰国的禅师啊，那禅师呢，伊拢教人坐禅，伊咧无咧教人念佛的啦，无咧教人念佛。一个七老八老阿婆啊，哦，足认真坐禅。师父啊，我吼坐禅的时阵吼，忽然间。对我这个鼻腔的所在呢，吼，敢那一个蜘蛛丝，敢那缠住一条迄个白线吼，白色的线吼，一直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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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，哦，飞到偌长呢？啊，空中一直飞飞，飞到阮查某孙啊，巴肚内底去啊！师父啊，啊，这坐禅坐到安尼是表示什么意思？那个师父就甲讲，无要紧啦，你这里阁坐啦，啊！你明仔你若阁坐禅，看到迄个白迄条丝哦，迄蜘蛛丝安尼对你的鼻腔安尼走出来吼，走到恁查某孙那时阵吼，你着起一个念头，用手甲抓互断啊，唔通互飞到恁查某孙那遐去啦。哦，安尼哦，第二天又阁开始坐禅。啊，坐坐了后呢，迄白白迄条线呢，佫走出来啊！
一直飞，一直飞，向因的早孙的引导安尼飞去。伊就依照师傅的交代呢，用手伸出来甲串好长。师傅啊，我将一条线串长去啊。师傅讲，恭喜恭喜啊！嗯，那有什么好恭喜？我也无开悟啊！你叫我串长，我也无开悟。伊讲唔是安尼啦，我甲你问。你几个查某孙啊？伊讲三个。哦，啊，你上听是倒一个？我上听第三个。迄第一个、第二个吼，拢嫁着好翁好爷，娇蛮看我袂起，看我老人看袂起。我有通食，无通食，因拢唔知啦。因拢一日干出国游览。啊，这第三个。早的时候呢，嫁到的人就比较含慢，生活困苦啦。所以我若好吃、好穿的、好用的物件吼，我拢送上互伊啊。啊，伊对我吼足友好、足友好的。因问题就是伫遮，你心心念念就是讲这早的时候啊，唔知有通食无？唔知有通穿无？啊，伊个囡仔唔知会枵着无？你心心念念都是咧念遮个代志啊！你即马七老八老啊，时间也差不多啊！你即马就是甲伊姻缘成熟，你爱投胎去做伊个查某囝。你做伊个查某囝时阵吼，伊会甲你疼命命。你这么个疼，这世人你这么个疼伊，所以你现在投胎做伊查某囝了，伊会疼你疼到吼，哦，足疼就对了，好食好穿拢给你啦。啊，你若即话错断了吼，你袂去做伊查某囝，你即马赶紧来对我修，你袂去过轮回啦，无偌久。因查某孙啊，都发生代志，流散，安尼知影无？本来伊这个囡仔都爱死落来啊，迄条线哦，串断了后，无缘无故流散。咱这世人，咱伫念阿弥陀佛，这条线都是牵到阿弥陀佛的世界。你心心念念讲佛祖，我临命终的时阵吼，我一定要带你出世，我要坐莲花带你出世。这条线就愈来愈粗愈长，以后佛祖奉公加持呢，都甲咱接去啊。所以我常来讲，咱平常时爱观想，我即句就是要去啊。无人甲我助念，无人甲我迄款的吼帮助。你一天一定要做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四遍，愈侪遍愈好。一天内底呢，你就想讲，有一日我要离开世间，我要安怎样啊？面对这个大代志，平常时你都爱训练。啊，搁一点。咱人即马科学研究个真厉害，真厉害。咱人要离开世间的时阵啊，吼，绝对你唔通讲吃啥物物件好食，甲注射，迄拢袂使。迄会属于起迄个真行心，无大劲，对咱的吼伤害真大真大。所以。上好的照顾就是卖照顾，陪伴伊，徛伫边啊，甲安慰啊，某某人，你万念放下，一心念佛，你所希望的代志，我拢会甲你，吼，你交代代志，我拢会当甲你办个好些好些，啊，甲开始，啊，卖甲懵，卖甲问讲你要食啥货，你要创啥货，你问一大堆的物件，拢无效。叫伊万念放下，一心念佛。
啊，这个时阵，伊安尼知影讲，你会甲处理伊的后事，伊的脑的所在会分泌一种的荷尔蒙。这个荷尔蒙甲分泌出来的时阵吼，伊规身躯会轻松，敢那安尼困去啊。啊，你那个注射，你那个汽车，胃甲开一个孔，甲挤物件落去呢？一起精神心，哦，这家孙啊，平常时对你遐尼好，我要死啊！啊，恁安尼搞折磨，叫医生搞开腔，搞我安那样，一起精神心。你以后你这家庭内底乱糟糟，因为死了唔甘愿。咱西头山有一个老法师，八十八岁啊。我去甲看，我讲老法师啊，你这个戏，呢吼演完啊，啊你着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啊，伊是袂讲话啊，啊，小可点个头，我着交代遐个人，我讲恁大家唔通甲注射，尤其是吊大动的，拢袂使，啊恁大家紧甲上。地藏经有小可业障伫卡掉的啦，再三交代，搁再交代，我有代志，有要讲经，我就落山。结果另外一个师傅呢，想讲哇，啊这老法师人这么好吼，安尼那死去无彩呢，吼，赶紧叫中间的护士呢吼，去甲注射，甲吊大动呢。那个老法师忽然间血压变高，温度变高，啊，一个信徒讲：“哎，无同哦，伊面型变了哦，未使，啊，赶紧抽起来。”老和尚离开世间啦，但是迄个嘴呢开开，安尼知影无？有口难言。即一个徒弟好心好意讲要甲救一命，结果何伊安尼有口难言，嘴开开安尼往生去，有可惜无？真可惜哦！修甲遮尼好，啊，拄着即款徒弟，即款戆徒弟安尼甲误。所以，咱人有一日绝对会离开世间，这是足大代志。在生，咱就要研究好清楚，研究好清楚。时时刻刻，日日夜夜，咱来检讨咱家己的心口意。咱会讲唔对话，想唔对代志，做无好代志哦。逐天安尼来检讨家己，这个时阵我是伫念佛。也是胡思乱想，家己爱清清楚楚。你离六时中拢清清楚楚，你要走的时阵都是清清楚楚。啊，尤其咱有法愿要对佛祖出世，唔爱对世间的人出世，唔爱出世好野人所在出世，拢无爱，一心一意。就是要对付做出事，所以爱小心哦。咱若要离开世间的时阵吼，过去生过去世，咱得罪所有和咱得罪的人吼，伊拢会变相，或者业相，变做你的老爸，变做你的阿公，变做你的阿嬷。吼，啊，你讲哦，来哦，带我行哦，去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你若和这相。希望上买到，啊你惨嘛！甚至呢，哦，要带你去做总统，要让你做行政院长，要做部长，啊你甲你妖怪的，啊你来讲，嗯，未歹哦，啊你你去了了咯，无使你咧念佛，啊有较严重呢，甲你讲，甲你拍，甲你修理，
你讲好啊，拍较大力的啦，较大力的，搞消业啦，我业消我对付做去啦，安怎样无？这临命终是上要紧的，这个时刻哦，用软的用硬的，软硬兼施来甲你表。咱家有一个信徒，因阿嬷要往生的时阵，伊讲个歹人吼、来甲拍。怕家伊无得通密啊，密伫迄个迄、外楼啊，身躯边啊。结果迄拍咧到咧，拍着外楼啊，外楼啊讲哦，我咧脚车边安尼吼，足疼足疼啦，乌青乌青安尼。伊即个咱人迄业障，多生多劫来业障，临命终的时阵吼，迄业相现前，甲你拍，甲你恐吓。要让你死，要让你怎样，把你诱拐，叫你不能念佛，你要怎样？你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。所以佛陀说，弃命必死难，业报到啊，福尽啊，寿命到位啊，一定要去。所以佛祖讲行路平事，并不是甲咱吓，甲咱恐吓，唔是，这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。所以咱要提早准备，提早准备好势。那么咱来妙觉禅师、圣慧法师、啊个护法会会长，大概呢就是讲。予咱了解这行路平事的重要呢，唔才来办这个八关斋戒，啊，请本空法师来领导吼，咱大家念佛，啊，甲这比丘尼，大家来念佛，咱的目的，就是要对付两种的代志，一种是生，啊，一种是这个死生死，生。活在这世间，要安那活了精精彩，足精进，足有意义。啊，离开世间，离开个足水亏。这是咱妙觉禅师这师父的慈悲吼，要办八关斋戒，意义是安尼。所以有人咧讲啊。既然咱来出世，啊，为什么要有死亡？其实死亡是好代志啊，好代志，知影无？那未死亡吼，咱人无修行，未成佛啊啦，啊都未死啊，啊都你都无要做，无要做工，无要求学问，无要去上班，无要拢未啊，反正都未死嘛。啊未死，你逐项拢无想要做。啊，因为死亡啊，所以哦，咱赶紧要收哦，赶紧积一寡钱吼，老的时阵有老本，啊，破病时吼，要哪对付？因为安尼，所以咱人有三生智慧出来，三生智性出来，所以弃命必死难。下面我讲得度佛经难，但这个佛经是过去的圣人。过去圣贤用脚行路，一步一步安尼吼，经过这個沙漠，经过这個风雪安尼吼，跋山爬岭安尼，去到印度，你来看迄东三藏取经，哇，迄真正足精彩啊！所以咱来咱看到佛经是真大善根，真大福报。过去的祖师，几百个安尼去，一两个转来尔。行路的拢是看到迄骨头，迄拢无路啊，依照迄骨头来指示。哦，遮有死人的骨头，啊路都是安尼行。风飞山飞咧到咧，路都拢无去啊，啊慢慢去找骨头。哦，遮有骨头，古早人就是行这条路。安尼去找迄个佛经，啊，搁学印度话，
哦，啊，回来才翻译。所以这佛经呢是，今嘛是较容易得到。古早人用草写的，无这个印刷机。今嘛有印刷机哦，哦，几千本、几万本，啊，大家啥可惜，没去爱惜。所以得读佛经难，我常常在讲，一个人哦，什么都幸福。一个人会让安尼心静落来，佛经安尼捧起来，安尼读佛经，这款的人上大福报。你有迄心静会落来来读佛经，那是足大福报。你哪会当恁坐咧念阿弥陀佛？你就是福报，你就是福报。会煮饭是毋是福报？哈？会煮饭啊？你若破病，你就袂煮饭啊？对无？啊，食老想要互你煮饭，你会去煮饭嘛是福报，会扫便所嘛是福报诶。会做就是种福报啦。虾米人袂做诶？患病人头壳歹去的、失智的、神经病起痟的，迄拢袂使做。所以会做工课是真大福报。那么所有工课内底其中一项，就是讲将这佛经甲捧起来，啊，甲读、甲研究，迄是福报中的福报。啊，得读佛经难，深知佛事难。佛陀来到这世间，咱哩是毋知伫倒位做地高禽兽，做歹人吼，无所不至流浪。啊，结果经过两千几年呀，啊，咱得到人心。但是佛陀呢，已经离开咱两千五百几年啊。所以要和佛陀共这时间出世吼，无遐简单。在佛经内底写讲，佛陀出世时阵吼，有这个九亿的人呢吼，唔知影有佛陀，啊有一亿的人讲有捌听过，啊有几千人讲嗯，我捌看到，啊看到无去亲近呢，啊个几百人讲哦，我去亲近听伊说法，所以。不是讲佛陀出世，大家人拢会当见到佛祖，嘛是爱有缘的。迄九亿个人内底，还佫唔知影讲有佛陀这个名，所以深知佛事难。要和佛祖同一个时代出世，还佫会当亲近佛陀，听佛陀说法，迄是真大真大福报。但是呢，因为咱的祖师一代一代有这寺庙，虽然佛陀离开咱这么久啊，但是一代一代安尼传落来，所以佛法虽然经过两千几年，咱会当有佛像啊，啊个出家众来依持这个三宝存在，咱嘛算到真大福报，深知佛事难。咱来了解一项，一般人讲末世、末世、末法时代，正法时代容易解脱，解脱坚固；啊，强法时代呢，寺庙坚固；末法时代呢，道经坚固，道经。那么什么是末法？我研究末法就是讲，咱人活在世间。咱拢是求名、求利、财色、名食，随这上重要。哦，有通食，有通穿了啊！哦，啥物无所不至了啊！杨先生啊，无聊啦，好啊，来佛寺行行咧。将这个学佛、念佛呢，摆在最后面，末法。啊，这种末法啥物意思呢？就是。下低下见，偏低偏见，无正确的见解，哦，
有人讲哇、哦，一世成佛咯，啥物货啊，真侪迄个偏见，啊，逐个好奇的呢，就去学一寡迄个撇步的吼，学佛无撇步，老老实实，啊，老老实实。所以咱讲末法末法，这个时阵离佛陀两千几年，但是你若有正知正见，你嘛是伫个正法当中，照佛陀的教理去修持。你就是在正法时代，这就是让我们了解说，不管你什么正法、强法、末法，我们都不用去管那么多，我们管我们这个心，是不是有正知正见、有正念，我们的心口意是不是如法，这才要紧。那么，咱本来这个不管在界是主要是念佛为主呢。我伫遮交叉大概真侪时间，予咱大概安尼吼浪费真侪时间。我讲到遮结束，咱来回向：愿生西方净土中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。花开见佛悟无生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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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